马上让你再摸一张，砰！来喽。结果改变了摸牌顺序，没有字母。这没有什么摸牌顺序啊。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听什么啊？我听什么？三六桶啊。三六桶。我有一张。你看我拿那个什么？你不要放哦，你放了很危险。八桶八条东北东北。我靠，三张北。哇，宝牌。有两张宝牌哦，两张北啊。东北南东北。三六桶各六张。我有一张，三桶，剩五张，又是北，哇塞，还暗示你，你其实是宝牌少女吧？别啦，哦，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不，那是我，那是我，啊，随便你啊，随便你，我已经按掉了啦，你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就一副是要活的样子。我说你滑，不是因为这样偷滑就算了，偷滑也不可能打。好啦，给你。他应该也知道。干嘛？我去摸到两张啊。就不用啊。斯巴拉的声优新井里美。斯巴拉的。哦。如果这流装，就会蛮可惜的。这也没办法。斯巴拉，好，掉了。庄家快放冲！看、欸，他名牌，他杠，他竟然会杠！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哎、啊欸啊，是什么招式？我靠！他好过分！好猛哦！他太过分了吧！怎么办？从领上牌拿他的牌，等他庄家的时候自摸，只能这样了。天哪！那好猛哦！天哪！我赢了！这才第二关就打成这样啊！这个 NPC 有点夸张。那最后对那个姐妹的时候，我们不就趴在地上了？是吗？哇塞！要怎么赢啊？他跟我们说是。要击飞他很难，要尽量让朋友胡其中一个保持第一，然后其他人不要被飞就好了。可是光是不要被飞这件事情就是很难的。如果赵越猛的话，他的牌也会越猛。嗯。天哪，庄家没了。那你们两个想办法在前面，我可以在最后，我不会被击飞。如果我被击飞，我就告他。跟原作不符合。尽量是一个人第一，然后其他人保持不要被飞的分数就好。哇哦，音乐。那我们两个就尽量胡。就跟我们刚刚那个一样。这个意思吗？谢谢酷酷零三二。应该说一个人在中间，一个人要很高分。哦。因为两个人太高可能也不行。一上天呢？他有可能一个逆。这我一定搞，有宝牌，还吃爬出来吃宝牌啊！我所以没有啊，很可爱啊。哦，我以为你是说不能吃，我没有，为什么？像我的工作就是尽量名牌，让你们增加牌，不要让他摸牌。对，他是电脑，他可以直接在里面重画。一杯口。他可以直接在里面重画一张。那我也没有办法。重画新的牌。我们没有用。不让他摸牌是没有用的。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换我了。对啊。哇，怎么来这个牌？啊，你有需要什么也是可以说。风中。奇怪，我的牌很奇怪。需要红中，有字我一定早就打了。不要好了，就跳。菜渣，你有要什么名牌吗？名牌哦，菜渣宝牌给你碰。一牌六桶可以做六桶六万，可以做三色。我只有七万，不能将就一下吗？没有办法，将就什么电脑都是一堆白板，自己写。
对吧、啊？自己写。好难打哦！这牌很奇怪。红中快来哦！现在的牌也很奇怪。还有牌了，一次三万，两次都是三万。他要干嘛啦？他干嘛啦？哦。哦，他手上一定有两张红中。哎、欸，六万来了，好，一向听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一向听没有三色、欸。嗯，好，我多摸一张看看。好可爱啊！啊，开了好多宝牌，好可怕。我要红中。六七八，六七八，要三色同村一杯口，二三四条要拆掉。我要红中。没有红中，没有红中，被抓住了吧？红中来了！哦，哇！你是听什么？没开名牌哦，太难了吧？我习惯把名牌开。小三元啊！啊，喂，来酒桶，是吧？可以听牌，我可以听牌，要听牌吗？我小三元一宝牌还好，先。再等一下好了，反正他不会活，他是日魔，那我还是把牌多打。嗯，电脑大，感觉就是要尽量那个啊，自我们的人推一个人第一，哎、欸，靠，好奇怪啊、哦，怎样？没有，我的牌来的都很奇怪。披风。有人说我们先想办法过庄，对啊，先让一个人第一名以后，想办法过庄。然后快速进蓝色 OLS 结束。哇，又开了一张。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！说的好像很简单。我们刚刚 OLS 原本是好的、啊，结果有一个人顺顺的呢。有一个人两手立直就结束了。要伪装了，只好定牌了。虽然还镇定。哎、欸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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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是我打的。对呀、啊。你要我？放掉了啦。啊，你不是正厅啊？你按了也会哎哎哎啊！我忘了开宝牌，应该也是。哎、欸，谁听发财、欸？天哪！我刚刚三桶，如果杠牌就留局了。我靠！那我拆牌了。嗯，不必了。好啦，过庄过庄。死吧啦！怕的是他脸装。不会，他上庄我就想办法进。刚刚那是我编的啦。不用等，不用问了。噔噔，哇，好多宝牌！现在杠牌可以留局耶。对啊，已经两杠，他三杠。我刚刚拿三桶，没有注意到。完了，我打不是线路的。你要、啊？你不是听牌了吗？我拿到一张。什么？字幕好啊！我幻听，我幻听，我幻听。为什么不要字幕？哎、欸，发财不是危险牌吗？发财换了，我换了。哦、你是拿到危险牌啊？被河底了，和海底了。哦，留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危险牌，只是那是真牌，我就不丢了。他还没听牌，好险。还没听，我还没听。我听了，欸、可是我听了会留局、欸，会连庄哎、欸。嗯。所以不要连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不要连。当然是快速难事啊。嗯。好，我双立直怎么办？反正我这只也不能立直。你胡他，我就没差。他怎么可能放纵？也是。自摸嘞？啊？我自摸嘞？就自摸。就自摸啊？自摸应该还好啦，反正自摸我觉得就自摸啊。小飞你不要飞就好了。好啊，反正我能力有发动。反正他飞我就搞他。大秘啊！我看到危险牌了。五万。自己是不是变了？很可爱哈。咦，还没打赢呢、啊。我来做可以全部碰牌的牌，真的我们打了快三小时还没打赢，只做碰碰胡，其他什么都不要。哼，你也要做小牌啊？是不是可以做小牌？他是为了给你摸牌啦。哦，不是东东发，而且这样让他没办法摸牌啊。奇怪的牌，对啊，过他给你摸牌啊。有道理，按错了。不过算了，我们一直来自，我们是香客吗？外面的牌都快要可以打十三了，
我是不是跟透华克到啊？我觉得也不是克到，是他可以克制所有人，可以上啊。还好我有练冷透华，吃完虾又回来还在冷透。哎、欸，他又抗，又是三哦二万啊，好像很容易拿到很多万，对不对？对他很常打清一色万子，我玩他的时候也是一直呼清一色万子，不然就混一色，还有一不然就一气贯通。嗯。噔噔噔，糊了才一番，不会啊，自摸一番一保牌，这样两番哎、欸，再来摸牌吧。后华还不是最强的，对啊，三小时还同一个魔王，我们也不想啊。要过庄吗？我这一番而已，可以啊，啊，可以啊，发财一番、啊欸，哦，正听。你三六三六条、啊，对吧？因为我刚原本都只在做可以碰的牌，哇，可惜。我是碰一碰发现，哎、欸，有听牌、啊。麻将上面有漫画吗？有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丢五万？动画、漫画都有。摸到了。我为什么我五万不能按弄？一三关。啊啊！因为我没有E啦，白痴啊。我只能自摸啦。一二三二哦，以上听的牌。我刚想到，我没有E，我只能自摸。那要杠牌吗？杠。如果让栗子巧克力就放冲。我好像把一项听拆成两项听了。砰！哎、欸，也没有，还是一项听。哇塞！哇，一直给我牌，我不孤单哟。哦。可以栗子啊，你要栗子？我等自摸啊，有没有栗子都一样吧？哎呦，怎么栗子过水就是自摸而已啊？我的为什么不栗子？换幺九两牌啊，两宝牌三番哦，你要胡我？胡你的话，我的只有两番，哎不对，还有碰碰胡，哎、欸、我只加三番三千九吧，应该还好。变啊，干满贯，满贯、欸、太过分了啊、哦，有一杯口没注意到。我维持一位没什么不好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好凶哦！他装了，他装了，大家赶快！哇哦，我的能力、欸！努力自摸，拜托，自摸就好，自摸就可以多拿嗨一点。你们能不能比较低？我的不要再发生那种伪装。我是斯巴拉，我的牌超烂，好吗？我的牌现在也超烂了，我牌也没有很好。你需要什么牌吗？小牌给我吗？那二万二万，没有。那我就努力碰牌。六桶也可以，刚好也没有。其他的就其他好像没有嘞。那我就继续摸个碰碰胡。嗯，就知道留字就对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玩这个要逆向思考，会莫名其妙拿到一堆字牌。嗯。好像是哎、欸，忘了我刚刚打那个什么东北东北南什么东西的。对啊，哎，来七条，来个八条、啊。做一个简单的单幺九。红宝牌就是对那张梧桐。哦，有二万了。我要六桶跟六条，三条跟四条也可以。哎、欸，四条最好不要，四条会把三六条我都有，三条打掉就没眼了。你要哪个？先不要三条，我要红中一发。你要六条，有弄六桶六条的话，我有六条、啊。好、啊，六桶六条，记好，听六桶，断幺九一宝牌，两番，被发现了，被抓包，被发现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六桶六，哎、欸，六条自己来了。他说最难打的是大心蛋，我想也是啊。转角没错，我的能力就是不会被击飞，所以如果等一下我飞了，就去告他。你不是不会被击飞，你是
如果会被击飞，可以看到危险牌。就如果你还是故意。